聊聊真的我在看有一件一张的阿秋我迎进来了不行了，我是骗徒。不要赢的，不要赢的，我没皮，我一点皮都。你这看我青菜，我也吃，我也赢。吃啊，青菜多不吃的。但你就不要吃，这我青菜我拿去花费，弄去花费。这刀子没拿去。刀子没拿去，我吃嘛。嗯，好。吃就吃去了。不。鸭子吃了吃。爷爷叫我弄了。还弄不爷爷狗。你不要再从我吃，让我要弄爷爷弄吃。我吃点汤。哎，还是好喽。多多来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中了哦，中了，对，我家好像是青菜的。等会儿来上锅哈，我都要等来，都要切回头。青油油的，多好看的。
这盐生什么好吃不？既然你说不吃青菜，你不叫给吃，好不吃啊？嗯，好好吃。嗯，你认为不嘛？没。你没看到你去没去到我转上你看到我弄子嘛？看对容易，不是的。好吃。大妈做菜好吃又下饭，我跟你说。我给你看这个用啥子嘛？我看你这样子用啥子？我这样子做鱼竿的。这鱼竿你还给钓鱼啊？我只要我钓一下了嘛就。好久钓嘛？我那天也恰当好去钓点鱼，是吧？钓鱼的人，钓鱼的人要有耐心，没耐心的你那三脚哄啊，别得你钓得到不好。嗯。你去钓来看噻。哪有事？你去钓来看。那我就等到吃鱼哟。这样我给鱼钓的话，你弄就行。那倒，我就等到弄就行。啊，可以了，儿子，可以用了。这个要的。我真的要的。你做两根了，你做两根来咋走你？我两根嘛，我放你钓噻，这个地取了又钓那一根的。嗯，祝你成功钓到很多鱼。不许烧的取鱼，这个。要给是螺子吃的，还不许烧的取，要的。要成功哈，我说要。这个钓的都。好。你这还可以钓啊，要黑了。不对嘛，你们不对，我把水冲掉，把那水淹。要捡，不好点噻。好了嘛，好了。倒在屋头给铺着噻。现在忘不了用，没收拾的这些东西又不捡进去铺着，我就捡起来。要不装吧。
还有个饺子吗？哎，脏啊！都是说是都是那种夹进去了，还那个脏。你要说又不夹进去了，叫我到处找。我一夹进去，你还不感谢我，你还给说。我不要，我都饿了。从锅都饿了，飞了。弄好了啊。弄罢了吗？